看看胖孙孙，好几天没看着你了哈。哎呀，我这不回家取个东西吗？俩孩子才知道我们家老金住院了，没敢告诉他俩，我怕他俩上火。他俩也没搁家，上我亲家那块去了，带孩子去玩去了。这是没招给我堵家了才知道，打算今天烤牛肉嘛。我说你爸没搁家，你哎呀，这是才知道啊，非要上医院看看去。他俩上楼取东西去了，完我们上医院看看就。完了就完事，是不是？你想没想奶奶？哎呀妈，把我想的呀！你吃啥呢？搁那儿就长两个小牙，还搁那啃呢。哎呀，把我想的不行不行的了。哎呀，一会儿去看爷爷啊。爷爷说九九呢，都想九九了，都想你呀。俩孩子要下车，几乎看他爸就没让下车，抱孩子来咋整？这病毒这么多，这个医院可不是小孩能来的地方，要给撵回去了，撵走了，赶紧给老金去买饭去。现在状态挺好，越来越好，还是不得劲儿哈。这干豆腐搁家带的菜，昨天半天没吃，吃点吧。还整个左手会使筷子了呢，外面是阳光明媚呀，屋里那个味儿就别提了，窗户还开不开？那两个大哥呢，起不来，不能上厕所都出不去，我俩出来透透气儿，比昨天强多了。但照正常来说，还差一大截。那我这胡子拉碴呀！这胡子拉碴，你别说，我那这一侧来一瞅，可像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了，那个演员了的。忘了，你这个嘴边说不出来了。这东北的那个忘了的，雷佳音，对，雷佳音呢，好像叫雷佳音。今天状态好多了，精神头也好多了，他这好点，我都亮堂了。看看多么蓝的天呐，出来溜达溜达。照那样，你像胡子似的，可不咋的，像土匪胡子。天多好，天多蓝。甜哈，相当甜，有香味儿。这俩一个吃不了，再来一块不？那边啥时候给你做吗？不合适，一会儿我去问问他。啊，要真是睡不好觉，我回家今晚在家睡，明天下午约1点多钟做核磁共振，就知道什么原因了，那时候就好办了。那现在今天状态是不是挺好的？好多了。心里也亮了不少。等车，今晚回家睡去。可不搁这挤了，这不这味儿啊？这地方啊，能不来呀，一辈子最好也别来，真的。